悬疑问答。想学清修的同修，机缘还不成熟，是否可以通过念经给解救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放生给旅法功德，来让清修的机缘更加成熟，是否可以？可以的，这可以的，你跪你求好了。其实他这样做是不是在还债？是啊，他那个清修100%的在还债，100%在还债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